同分享岁月和星辰，我却心却认你是那个人。1月10日晚，周深重庆演唱会门票开启预售，又是双场售罄，迷子们都抢到票了吗？周深今年的演唱会太火爆了，场场疯抢。重庆是周深 9.29 赫兹巡回演唱会第一个加场的城市，不管是工作室还是大麦官方都没有怎么宣传，就工作室发了两条微博。可能很多粉丝都不知道重庆开票，别说路人了，但是开票还是很快就售罄了，可想而知周深的影响力有多大。重庆10月6号、7号是国庆假期最后两天，上班的还要请个一天半天的假，这种情况下还是门票售罄了，周深牛啊。另外有两件重要的事情米子们不要忘记了，首先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谭盾大师交响诗音乐会明天开启售票，周深作为唯一的演唱嘉宾将献唱主题曲《声音河流》，门票将于9月12日上午10点起于城市售票网公开发售，不设售票处及自助售票机售票，只设网上流动应用程序及电话购票，并实施延后取票方案。演出日期前七天内至演出当天到城市售票网售票处或自助售票机提取已购门票，不设邮递及速递服务，有周深肯定爆满，能去现场的蜜子们有福了，港迷们加油哦。相关的宣传片也已经上线，艺术节的开幕节目《声音河流》这部是多媒体的交响乐的作品，是由当代中国作曲家兼指挥家谭盾先生创作，亦都是由香港管弦乐团、广州交响乐团、深圳交响乐团和澳门乐团组成超过100人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乐团合奏，当中亦都有内地唱手可热的歌手周深是会以特别嘉宾的身份是献唱一曲。节目是会安排电视和网上现场直播，令到全球包括了大湾区的观众亦都可以同步欣赏。艺术节的开幕节目就是《声音河流》，是由香港首位文化推广大使、当代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兼指挥谭盾谱写新曲的，并由香港的管弦乐团、广州交响乐团、深圳交响乐团和澳门乐团成员所组成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管弦乐团作这个世界的首演，当中更加邀请到内地的人气男歌手周深做这个特别嘉宾啊，献唱一首嘅主题曲。周深，哎，因为一上台，因为谭老师特别怕我紧张，他说没事儿，我们不用紧张，就像古典音乐会一样。上来我说啊，我没有搞过古典音乐会嘞，完全不知道怎么弄。周深呢是我们乌克兰音乐学院毕业的，所以周深节奏稳、音准，而且会跟乐队呼吸，所以具备所有的古典音乐家所具备的质量。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听周深用古典的方法来唱《月光爱人》和《我用所有报答爱》，好不好？啊，压力又大了几分呐、好像更有那种白族的感觉，从开始传奇开始就有一点点情感的注入。周深很棒很棒哦，我发现你的准备简直天衣无缝了，不得了不得了，这就是叫艺术家。虽然只有几根线，但是其实已经写了一篇混音建议以及一篇论文，这就是音乐人。我喜欢周深，因为他的音乐素养特别好，做朋友非常准时，音准靠谱，他就是靠音乐去修行自己的未来，所以这一点我特别特别推崇周深。接下来就是12日晚20点，周深天猫精灵直播间直播。10日，工作室和天猫精灵共同发布了周深直播预告口播。Hello， 大家好，我是天猫精灵全球品牌代言人周深。9月12日，我将走进淘宝天猫精灵旗舰店直播间，再次和大家一起体验哇哦的好视听沉浸时刻。
细数我们相遇的哇哦瞬间，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期待9月12日直播现场。无论你在哪里，我和天猫精灵都在这儿。天猫精灵官微也在10日卡点9点29分艾特周深发博说，想听听喵喵和周深老师相遇的故事吗？锁定9月12日晚直播间，听深深聊我们的故事吧。直播当天还会送出周深亲签的闺蜜机、限定周边等多重惊喜礼品，还可以看到周芬奇现场创作，还有留言互动，大家记得准时进直播间哦。另外，北京卫视官博竟然在昨天下午进行了5.5小时的周深歌曲直播，而且早在7日就发布预告说，9月10日下午13:30来北京卫视微博直播间听周深的歌，感受居庸关的壮美。最后，沈阳日报9月10日第8版大篇幅报道，4万歌迷齐赴周深沈阳演唱会，并报道周深沈阳演唱会富有人文情感，真正做到了原创基础上的高审美水准。官方认证，周深沈阳演唱会4万名观众风靡一座城。最近不少网友分享了去周深演唱会的感受，大家都夸他唱歌好听，人也好，有的说现场听比耳机里更有感觉，有的说周深本人特别亲切，这样的偶像确实挺让人喜欢的。一个歌手如此受欢迎，如此深入人心，是一般歌手做不到的。谢谢你们，没有你们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来大合照吧。好，我们先是中间的朋友，大家辛苦喽，千万不要生病了，照顾好自己哦。3、2、1，好，我们这边的朋友，3、2、1，你看我老公每次都会打，尽量不打。3、2、1，我每次要合唱一出麦，往事。来，3、2、1，唯愿你能得到拯救。哦，那下次你的眼眸装满了世界，你的相逢永不止相恋。哇塞，来，我们这边的朋友，大家好好坐好啊，注意安全哦，安全第一。3、2、1，谢谢你们。那这首会唱吗？我们苍老的时候。你们怎么背得清楚这么多字？你们什么时候考虑开演唱会啊？